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系豆豆啊。明日艺术教育机构将会喺3月18至3月26号喺荃湾大会堂文园厅上演《爷爷的纸飞机》。如果你哋想知道更多嘅详情，可以嚟浏览明日艺术教育机构嘅 Facebook 网站就知道噶啦。讲到纸飞机，你哋有冇接过纸飞机呢？不如今日等豆豆教你接一只滑翔机咯。呢只纸飞机嘅材料包括一张 A4 纸同埋一只万字夹。我哋开始啦。首先，我哋喺打横嘅地方轻轻折一下一条边，大约4至5cm 到啦。然后将呢个长方形对折。然后咧喺呢一边轻轻折一个三角形过嚟。另一面都是，然后在这张纸的边边接一只翼出来向下接，另一边一样。在它尾的部分，我们大约向上接 3cm，另一边都是。然后这只滑翔机就完成的了。看看，如果想飞得好一点，就拿一个万字夹在前面夹一夹它，那就搞定了。